这就两个做旅游的，一点方向都没有。回头，回眸一笑，哎，那个是左转的，应该往后转就是了。对，我转我们上次来过，他到地点是多久？这不是常见的，是呀，是吧？没有车，是不要钱？哎，没有车，哎呀，我们两个人上次问正好。